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电梯里突然冒出一个低头站着的长发女人。这时女人的头转了过来，一张皮肉像麻花一样扭转的脸，女人遭入警察的头死死撞向墙壁，一下又一下。还记得2013年发生在洛杉矶塞西尔酒店震惊全球的兰可儿事件吗？当年整起案件最引人注目的无疑就是兰可儿在失踪前与酒店电梯内做出的一系列诡异举动。在电梯监视器画面曝光之后，曾有网友声称这件命案可能与韩国都市传说电梯游戏有关。其实兰可儿在生前就已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大家好，我是西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韩国五大恐怖都市传说之一的电梯游戏。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游戏源自于韩国论坛上，具体的游戏内容如下。在进入游戏之前，你必须达成以下条件：一、一栋超过10层楼的大楼；二、大楼内有电梯且没有任何故障；三、游戏开始时只能有玩家一人进入电梯内。切记，如果此时电梯内有其他人，请立即停止且重新进行游戏。如果一切就绪，那么游戏开始。首先，从一楼独自进入电梯，并按下四楼键。当电梯到达四楼，留在电梯里不要出去，然后按下二楼键。接下来一连串的楼层顺序千万不能出错，一旦按错也请立即重来。电梯到达二楼后按下六楼键，到达六楼后按下十楼键，到达十楼后按下五楼键。当电梯抵达五楼，门打开后，你会看见一名女人走入，别看她，也不要和她说话。此时按下一楼按钮，如果电梯开始爬升到十楼，就表示你可以继续游戏。但如果电梯下降到一楼，那么电梯门一开，请立即出去，并考虑是否再次进行游戏。到达十楼后，你可以选择出电梯或留在电梯里。如果你选择出电梯，那个女人就会在此时问你，你要去哪里？不要回答，也不要回头看她。此时你可能已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而判断的唯一标准就是你是这里唯一的人。在这个异世界里，大部分事物看上去都和原本的世界相同，只有两件事例外。首先是刚刚所说，这个世界除了玩家以外一个人都没有。再来是所有的灯光都是熄灭的，可以透光的就只有建筑本身的对外窗。如果从窗户往外看，路人所见的唯一东西就是远处的一个红色交叉，但无法确定那到底是什么。甚至有成功防卫的玩家声称，那个世界不止没有电，连手机、智能手表和数位相机等电子产品在那里也都接收不到讯号。在你探索异世界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是熟悉的场景而放下警惕，你走离电梯越远，就越容易迷失方向。如果在电梯到达十楼时你并没有走出去，而是选择留在电梯里，那你必须立即按下一楼键。如果电梯没反应，持续按住按钮，别松手，直到电梯开始运作为止。当电梯到达一楼，门一开，你就应该出去，不要回头，不要说话。但若是你选择走出电梯，并听到神秘女人问的那句你要去哪里，就表示你已经决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据说如果你在游戏过程中晕倒或者失去意识，你可能会在自己家里醒来，但在你仔细观察四周环境后，会发现眼前的这个家并不是你真正的家。看到这里，你一定想说游戏过程也太过复杂了吧。然而比起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更加困难的是回到原来的世界。一旦忘记你是从何而来，就永远走不出那个空间了。回到原来的世界，就必须找到来时的那一部电梯，并按照进入时的特定顺序按下按钮，重复整个搭电梯的过程。当你到达五楼，也就是神秘女子进电梯的那层楼，就可以按下一楼按钮。此时电梯可能会再次上升，这个过程中你必须马上按满其他楼层键，以阻止电梯上升到十楼。当你成功到达一楼时，先不要踏出电梯，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如果感觉有什么不妥，哪怕是再微小的细节，也不要轻易走出电梯。
如果心有疑虑，此时你应该再次重复整个流程，直到你确信已经回到原本的世界，然后再离开电梯。电梯游戏在世界各地都十分出名，不少影视和游戏作品都会采用传说中的一些元素，以作为创作恐怖故事的题材。Netflix 在2020年就曾推出一个名为《韩国都市怪谈》的系列短剧，顾名思义，就是以多个在韩国流传许久的都市传说为主题所打造的当代恐怖精选集。第六集就是以电梯游戏为故事蓝本。故事的开头是一段男高中生独自在电梯里的监视画面，男孩蜷曲在电梯里，缓缓抬起头后好像看到了什么，吓他立刻往后退到角落，脸上满是惊恐。他试图远离某个东西却毫无办法，此时他的脖子大力一扭，呈现一个不合常理的角度，监视画面瞬间陷入一阵杂讯中。两个警察在案发现场外观看监视记录，他们实在难以相信这个画面竟然是昨天拍到的，因为此刻电梯里躺的是一具干枯到像是死亡数十年的尸体。这时警方得知死者曾在网络上发文询问关于异次元穿越的事情，其中一名警察在阅读完答案后决定今晚就亲身实验。警察在凌晨时来到这座4404大楼，阴暗的环境透露出不安的氛围。走入电梯后，警察按照纸上所写的方式依次按下楼层键，一开始都十分正常，但在到达某一层楼时，电梯门一开，竟然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警察疑惑地向前查看，却在头要伸出电梯口时，眼前突然出现一片镜像的画面，镜中呈现出一张同样惊恐的脸，然后电梯门缓缓关上。余悸犹存的他想一楼键，但就在这时，一只女人的手掠过他，率先按下十楼键。他立刻转头一看，但身旁空无一人。电梯上升到十楼并打开门，警察突然察觉，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电梯里突然冒出一个低头站着的长发女人。请帮我按一楼，女人悠悠地说着。警察愣愣地看着女人的背影，正当女人转身要走出电梯时，他开口问了一句，什么？女人停下脚步，电梯门再度关上，看样子你能听到我说话。女人一说完，开始机械式的扭动着身体，发出筋骨断裂的声音，以及尖锐到不像人类的叫声。警察头痛欲裂，跪倒在地，然后电梯内陷入一片寂静。这时女人的头转了过来，一张皮肉像麻花一样扭转的脸，现在肉里的眼球不断翻动，狠狠地瞪着她。女人抓住警察的头，死死撞向墙壁，一下又一下，鲜血瞬间四溅，电梯急速下降到不存在的负数楼层。一楼到了，电梯门打开，这时门外站着的居然就是警察和他的部下。两人看着干尸，部下突然说了一句，你的衣服看起来和他一模一样。次元移动似乎真的发生了。电梯在恐怖故事中一直都是很热门的素材，不少人相信它是前往异世界的通道，很多的都市传说也因此诞生。蓝可儿事件和电梯游戏虽然同样离奇，在细节上也有些相似之处，不过两者有关的说法多半只是世人的穿凿附会。但即便如此，这样的巧合也确实为这个传说中的死亡游戏增添无限的想象空间。